看到有朋友进来了哈，声音没有问题是吧？阿伟第一名啊，阿伟，大家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我，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同志们，不要着急啊。今天是我来直播，也就是我的手里有20张通行证，所以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正月11，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啊，大家过年好，声音都听得见哈，都没有问题是吧？好的好的，咱们稍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还有很多朋友在往里进，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大家不要着急和我连线，不要着急和我连线哈。我也要大概看一看这个连线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一会儿我看我怎么连大家。这次呢是半决赛，这次是半决赛，也就是100进50，100进50。哦，让我再大一点声哈，好好好，咱们先聊一会儿啊，先稍微的说几句，这次是100进50。所谓的半决赛，那有我们几个考官。前两天一个朱鹤松老师，昨天的王九龙老师，今天是我，明天是高峰老师，后天是曹浩洋老师，最后一天呢是我们的栾云平栾副总啊，栾副总。这个每天的状态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手里有20张通行证，这个通行证，大家只拿到一张啊，每个人只发你们一张是有效的啊，发多了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看看手里的通行证是怎么样的。一会儿咱们开始连线，咱们稍微先聊两句。哦，说我化妆了是吧？确实是化妆了，确实是化妆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今天的状态呢不太一样，因为毕竟要直播嘛哈，能有更多的朋友看到，而且又是比较大的事儿，所以呢。稍微的化了一下妆，也不算太稍微吧。因为化完妆之后呢，我准备得陪我媳妇儿一套化妆品了啊。因为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我也没想到我这个面部啊，这么浪费人家的化妆品。因为前些日子口罩过敏，一直都没好。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啊，也能看到这个有很多这个包，所以稍微化了点妆，这样不是稍微美观一点嘛哈。口红不是口红啊，不是口红，这个颜色可能就是滤镜的颜色。这个口红不是口，就是唇膏，就别乐了，就别乐了，这还得赔人家化妆品钱，是不是？这个有人想连我了啊！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这刚过3分钟，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咱们稍微这个聊一会儿，聊一会儿，然后咱们边干活，这个边聊，好吧？什么时候开箱啊？不要着急，马上就开了啊，马上就开了。我这纸笔都准备好了。还没开始连线呢，不要着急啊，大家等一等，等一等。有朋友关心下巴的问题哈，那天确实是磕着下巴了，确实是磕着下巴了，没有反应的时间，当时就趴底下了，趴得特别果断。大家看张浩伦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就是另外一只手撑了一下地，我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当时就是给猫都吓一跳，就这么个状况。眉毛是这块吗？这是小时候磕的，小时候磕的，这儿有一块小疤了，一直就没有太好，忘了画上眉毛了哈，画半天妆，忘画眉毛了，也行了，这画一眉毛再赔人一根眉笔啊，咱赔更大了。下巴刚才不说了，对，猫确实是当时给猫吓一跳。今天神秘嘉宾啊，今天神秘嘉宾，咱聊着看。确实，我的嘉宾呢跟别人的嘉宾不太一样。那既然就说到这儿了呢，
那咱们就稍微的聊聊今天啊。今天呢，我的状态呢是关于考试100进50，前两天的考试我也出现了，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了，因为我感觉呢，现在100进50这个状态，大家都相对比较成熟了，所以，该展示的也都展示过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可以再展示的了，我会以多聊的形式，然后咱们看看发给你这张通行证。关于今天聊，可能我跟其他老师呢聊的不太一样啊，这是我就是接到这个信儿之后，就是让我担任半决赛的这个老师的这个信儿之后呢，我稍微的呢考虑了一下关于聊这方面呢，我跟他跟就跟其他的老师聊的不一样的是，从我的出身呢跟其他的老师呢不太一样。我是从2009年开始接触这个工作，从2009年担任这个不管大家起这些主任的外号也好啊，还是带学员也好啊，就是跟学员接触吧，就是我们的招生包括学员接触等等这些吧。到今年大家算一算12年，接触过很多很多届学员了，所以我想把我的心得呢聊给大家。我也会选取不同时段的一些代表，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还有人关心伦队家的泡菜哈，不好吃，不好吃，一点不好吃。问我怕栾副总吗？怎么说呢，我跟栾副总的关系呢不能告诉你，没有什么怕的啊。这个在德云社大家都非常的亲密。有人说我皮肤好多了哈，不是皮肤好多了，是我媳妇儿化妆品好多了。还有这个大家问今天主任能连主任吗？主任不连主任了，因为主任的级别太高了，主任得最后人家才能出现了，我们这个现在有点这个小小的主任的意思了。问我怎么瘦下来的哈，就是没瘦，就没有瘦太多吧，瘦下来一点儿，因为也是考虑身体健康等等吧哈，这个稍微瘦下了一点儿。光打的挺足是吧？对。谢谢您关心，皮肤没好，还这不是展示在大家的面前吗？就稍微就是直播之前我刚画上，一会儿直播结束我就卸掉了。谁说我没有上眼了？敢！好了，那既然咱们聊会儿了，那我可要准备开始了，朋友们啊，咱们可要干活了，朋友们。新的问题这就出现了，朋友们。因为之前的连线呢，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现在我可就随便点了。现在我看到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考生了，是不是？有人提到了皮蛋啊，这个除了皮蛋之外，它还有一个灵魂的蘸料，就是辣锅的蘸料，有机会它可能也会推荐给大家啊，当然那是我的秘方了。我想知道我怎么来连线。
哦，竟然有一个进来的。好，那准备，我现在。大家稍等啊，大家稍等，大家稍等。还有人在连我，稍等，稍等，稍等，马上咱们要准备开始了啊！点击右下角。这不左下角吗？怎么蒙我呢？左下角，PK 页面的，净晃点我，哼，好嘞。大家稍等啊，稍等，我们马上开始了啊。上开始了，我得在。坏了！大家别着急啊，别着急，确实我也有点着急，因为什么呢？我找不到人。我还没有申请连线，我在找，我怎么能连？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我是在邀请连线里边找，对吗？咱们有点小尴尬了啊，好吧，那咱们先开始喽。那我先考试了哈。好，老师好。好，听得见吗？听得见，老师。哎呦，我刚才我还说呢，我就不紧张。我看到你的网名了，看到你的网名了。啊，老师，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哎，说吧。老师，我叫徐子明，来自辽宁省辽阳市，然后是2000年出生的。嗯，21岁。对。老师，我们是聊聊天，还是我给您先说一个贯口什么的？你现在排第几啊？现在是80名，整80。哦，80名是吧？嗯。这两天你有被连到吗？
我前天被连到了，被朱鹤松老师连到了，得到卡没了得到，吗？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朱鹤松老师去上厕所了，然后啊，所以是谁考的你是呢？周九良老师还有何九华老师，好好好，好好好，那你都展示什么了？展示一个没展示过的，我听听。我展示一个没展示过的，莽撞人没展示过，哦，好，就不爱听这个，唱一个吧。报菜名也行，老师，菜单子。哦，行，从红丸子开始背两句。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蛤蟆丸好子，了，好了，好了，搁着丸子，好了，唱两句我们听听吧。老师，我唱一个《照花台》吧，老师。这个一直没唱过，好，照花台，好，好。一呀嘛更儿哩，月灵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晚不上儿来，哟，好了，好了，好了，老师这也是自己练可的，以，可以，这个，我感觉你还需要再努力努力，朋友。老师，您要不再看一个别的？不看了，咱们短平快，我今天想多连点学员，好吧？这个，所以我感觉还需要再努力努力，好吧？那谢谢你了，好吧？得嘞，老师。好，再见，老师，您真不看了，老师，不看了，您谢讲谢个你笑啊。话。不用了，谢谢你啊。老师再见。好，再见。刚才这个朋友呢，稍微的普通话还是稍微差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这个再往下交流。我想多连一些这个朋友，所以今天呢，这个我的速度会比较快。那我们再连一位啊，再连一位。老师哎，您你好，好，你好，我给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说。我叫卞立安，来自山东烟台莱州，今年22岁，马上大学毕业，我上的是专科。22岁，专科马上毕业，对，上学上的晚呀，7岁上学，8岁上的学，哦，8岁才上学哈，好，那现在干什么呢？就是等着毕业了，对，现在是这学期是实习，然后实习完了，到6月份就正式的毕业了，哦，那你专科学的什么专业学呀？的是机电一体化，在当地不是吗？在东营，山东东营那边。东营职业学院，对，等于上学也不是这个朱先生，杨老朱师，老师主好，任朱你老师好，好，朱先生，我找你半天你没开是不是？对，我刚才一直摆弄这个手机呢，好，咱们听这朋友聊完啊。哎，朱老师之前连过你吗？朱老师没连过我，没能连上朱老师。哦，没连上朱老师是吧？对，行，那你现在在学校呢，还是在家呢？现在是寒假吧，还没开学，在家应该是这学期就不开学了，应该是直接找地儿实习，然后完事儿就毕业。哦，就是实习，然后等着做毕业设计了是吧？对，是这样，哦，那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就是学机械类的，然后还有机械制图，还有电工、电子这方面都学。哦，你喜欢相声哈？对，喜欢相声。什么时候开始听相我声？是打2013年郭老师上春晚，我才正式的喜欢上相声。因为之前主要是哦，我喜欢小品一类的，因为我小时候听不太懂相声。但是自打郭老师上了春晚，然后我感觉这个相声啊，能够跟观众一块互动，我感觉特别有意思，所以就打那儿开始喜欢郭老师，然后慢慢的在网上搜一些郭老师的相声啊，然后慢慢的了解德云社，然后现在是喜欢相声了。
哦，那你喜其欢听实谁的老相先声？生呢，听的不是太多，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想指着这个学相声啊，以后说相声这个，因为我农村嘛，然后也没想指着这方面发展，就慢慢的听。现在我那是现在正好呢？赶上这么一机会，然后又现在这个没正式参加工作，我寻思，正好赶上比较合适吧这个时机，然后我就跟家里交流沟通了一下，然后我爸妈说那个也家里挺什么支意持我见的，因呢？为我从小喜欢这个唱歌呀，那个小品这一类文艺的，然后这两年喜欢相声，然后家里也挺支持我的，说那个如果行你就去试试，不行咱们就该回来上班上班，该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然后我觉得也行，就是现在是能进最好，反正进不了就回来上班呗，当一个爱好也行。那现在问题出现了，刚才你说你对对，是农村孩子是不是？那家里条家里件怎么条件样反呢？正现在这个烟台莱州这边也不是特别穷啊，这农村现在也不是特别穷，跟城市其实差不多，只不过住的是平房，没有住楼房，在村里住，其实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差，没有那么差。嗯，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说这个差不差这不个错。状态啊，我的意思是接下来你可能。就是给你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学习时间了，都22年了，你一直在学习。那接下来可能你还会处于这个状态，也就是说你没有进项。这个我懂，我了解了。这哎，个之前对，对前至面，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你不会有任何收入。这个我知道，家里也知道这个事儿，嗯，都这两天都了解的差不多，这方面。嗯，就是家里也没有意见，对，是吧？有这个准备，有这个准备。好，那接下来问题又出现了。那来北京之后，这个肯定是要在北京学的，对对吧？对。啊，那在北京学，那你准备怎么办呢？你得吃得住啊。就是先找一个地儿，先租着住下来呗，然后自己找工作，一边找工作，然后一边学习，就这样，先养活自己。好，能唱吗？可以。唱一个我老听师，听。我先喝口水，我现在嘴有点干。不要紧张啊，不用紧张。那个老师，我唱一个来，那唱两个句，我们听听。《秋胡戏妻》，然后那个山东二黄那一段，好吗？哦，好，直接唱山东二黄是吧？对，然后那个弹舌好。我不太会，然后我改了一下往那儿。啊，对，哎，唱不到那儿，你就唱吧。秋胡打马是奔那家子里，小爷咱那路上是马不停蹄，只因咱家了贫呐，难度一万的银子上，撇家撇爷撇父撇母撇子又撇妻，好了，哎。好了，好了，你这两天有拿到通行证没有，吗？我这两天没有连上老师，今天很荣幸一上来就连上了。好，好，谢我谢给老你。师，谢谢老师。哎，朱老师，通行证在哪儿呢？通行证啊，您那个有一个这个左下角这个礼物，这个不是右下角有一个三个点左下。点开，第二行啊，的然最后后呢？一个礼物点开。然后左上角有一个那个人点名，开。您那应该写的是杨鹤通，然后把那个大于号点开，龙哎，对四对对。哥便利厂，然后再点他名字，点完他名字再点这个背包，然后您就能看见紧急通行证了，点一下就给出一张。嗯，哦，看见了，看见了，哎，看见了，给他一一张张就好，谢谢 OK。老师，谢谢老师，我收到了。哎，不对不对不对，摁错了。谢谢老师。得。送人一嘉年华，送了好多呀，老师。就一个对，是吧？送一个，哎，送多了没有用，坏了，我这没有了，怎么？道具数量不足啊，显示。不能。我刚才摁多了吧？对，老师，您送了20个。哟，完了，我全给他了，我也是太爱他了，我。你还能给我送回来吗？我不知完了，道他不啊。给我可干了，朱老师。这你，他应该返不回来呀，这个不可能返回来，这也不是到他那儿啊。您是一直连着是摁吗？的呀？他让我连着摁，我可不连着摁嘛！你就这么，哎呀，我送不回去啊，老师这个。哦，送不回去，没事，我来解决。没事哥，这您啊，拿一个笔，拿一个纸，
然后一会儿您要想给，您把名字写下来，然后让后台直播完了直接都给补上就完了。哎，因为现在上的人也不多了，哦，然后名字也好记，您就拿纸和笔记下来就行。行了，那位朋友您可以拜拜了，希望在德云社看到你好吗？哎，再见，没事，再见。好，再见。嗯，朱先生，主任，您连几个了？哼，我就连了两个，这是第二个。啊，我本来想头两个就咱俩一块连，然后你得教我怎么弄啊。这结果这头一个就出现状况了。啊，那头一个我没给过，然后呢，这第二个呢，我觉得稍微差一些，所以这不是第二个，我觉得还行，这不给了吗？结果我这差一些了。哦，没事，这能后给，啊，给他二十张，给他多少没有用，他就二十张到他手里也是一张。是，今天人家不是跟我说了吗？咱们现在手里是通行证，不是之前的加油卡。对，啊，多了没有用。对，所以说您就把剩下那些人名记下来就行。对，我别说我这二十张全给他了，就再给我来二十张，我给他也是一张，啊，对，所以大家也能够理解，啊，一个人就对应的就是一张。对，这跟多少这个没有用啊，其实我也是太喜欢他了，我一看这个山东烟台戴眼镜的，我想起于家伟啊，因为于家伟不戴眼镜。还是一个莱阳的朋友，莱阳李。哦，嗯，那个吃饭了吗？吃完了。这个朱老师来了，原本在朱老师直播间不合适聊啊，这今天在我直播间了，我时间比较充裕啊，这个咱们跟朱老师聊两句。朱老师学快板难吗？学快板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不难，就是越学越难，就是到表演这一层上就难了。这个在德云社朱老师是公认的快板这个比较好的，总板头啊，带这个，哎，带这个节目都非常好啊，都非常好。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还是看这个学生怎么学。如果要下苦功夫吧，他肯定这市场有可能不太美丽。哎，稍微薄弱一些，不太美丽。所以说你下这么大功夫啊，不如在这个别的领域下下功夫。哎，也不能这么说，如果真爱的话，早晚他这至少是自己爱，啊，我就属于自己爱，我是这个每天这个快板不会离开我的视线，只要在家啊不会离开我的视线。咱不还有那几个小碗吗？对，那小碗碎了几个。哟，这不好配啊。那俩就不要了，就买了三个，就在新街口对过斜对过那有一个那个商圈是什么的，有一地下的超超地下半特是不是半特是不是出了大门往右走到那个快到地铁站那块那有一个商圈啊，对，物美那八角有一肯德基，那下去有一个那个超市，物美里边卖那小碗特别好。对，这个这就是跟大家说的，有的时候喜欢就是痴迷。你像朱老师对于快板，还有我们有一个李云天老师啊，这个李云天老师都是对于快板的痴迷，简直是快板不离手。嗯，不管大家以后能不能顺利进入德云社，都希望大家能有这个痴迷的程度。只有您爱这个，咱才能把这个真正把它给干起来，把这项不管是买卖也好啊，还是艺术也好啊，才能让它精上加精。您说呢，朱老师？太对了，主要还是得朱老师能抄起来，多朱老师能抄起来的这个，能抄起来的这个乐器都会吗？比如萨拉基啊、牛胯骨、和平板、蛤蟆板，就等等这些。在舞台上展示过的啊，有视频有录像的齐快板、双手玉子、萨拉基，还有咱们三宝的那个金钱板。小碗靳先生在车上打过，嗯，然后还有蛤蟆板那几乎都展示过。小碗在舞台上我没打过，因为我出门不爱带，它老碎。这个一通百通吗？还是每一项都不容易？我觉得个人觉得萨拉基和牛胯骨比较难，相对难一些啊。这个我。哎，我练过牛胯骨，这个喜剧人第四季大林那季，是第四季吧？对啊，这个前边我唱那个牛胯骨这东西啊，它还难就难在不好碰。嗯，
第一合手的不好找，因为这每个人手大小不一样，这交到单手的时候，这单手打的时候，这胯骨大小就不好掌握。对，所以说这做胯，我觉得其实王少利先生送我的那一副就特别好，我觉得少利先生做的那个骨质啊，那种质感特别好。对，对，少利先生的胯骨真是特别好。这个，哎，提起少利先生，这个给大家讲故事吧。反正咱们聊到这儿了哈，嗯，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少利先生查出病，我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癌症，现在老先生已经不在了。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正好我去广德路听活，老头下来就是下台，就把这副牛胯骨交到我手里了。爷们儿，这给你了，以后我可能用不上。哎，这个烟心的听着。现在这副胯骨我就收在家里，我一直没用，我练我一直没用这个练，所以真的是，哎呀，太就想起那个画面，真是特别艳心。少利先生特别好，尤其是在探讨这个快板类艺术的时候，特别的毫无保留。你知道少利先生也是第一波吉他相声人吗？第一波的什么？吉他相声人。我看过一张照片，少利王爷。哎，就是他端起吉他。端起吉他说相声，这他们是第一波人。据说王先生的父亲，我听史爷说过，王先生的父亲也是一个相声演员，行内出身的。行内出身。啊，人家是行内出身的。嗯。离开我们也得二年了吧，一年二年了也得。可不嘛，一年多了。一年。咱们再连一个呀。哎，开始。哟。现在这上面剩这100来个朋友啊，这快板人才太多了。哦，会快板的特别多是吗？那天我看了一小孩，我一小孩唱完了，我问他多大，13岁，当时他母亲站他身后，直接就给了他一张卡。我一看他那个状态，又学了很多年，肯定是跟在一个专业的机构里边学的，因为那状态一看就是那个专业机构，专业老师就是一直在学哈。啊。就是一直是在学的、啊、在学。我说这张加你来得了德云社，来不了德云社那我不管，反正这张加油卡给你，就是希望你就是努力呗，对着自己的母亲，肯定花了不少钱呀、啊。好，好，来了，小老师好。你好，您好，你好，你好。啊，你好，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王泽虎，今年18岁，来自山东省青岛市。啊，你好。哦，也是山东的朋友。对，山东的。今年18岁，来自山东青岛。您那边是不是看现在做什么呢？我没有，我听着，我在听你们的直播，我把声音关一下，我声音关一下哈。哎，把它关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了，好了，好了，老师。嗯。好。哎。好。你继续说啊。那个我现在是毕业了，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里准备聋子科的考试。啊，我今年18岁。哦，18岁毕业了。中专毕业。对，中专。中专学什么？我学的是计算机。哦，中专学计算机，已经毕业了。啊，毕业了。现在什么都没干。啊，对，然后他看到今年过年的时候，看到那个去年过年的时候看着那个咱们考试，然后我就报名了。哦，你现在在家呢还是在外边呢？我现在在家，我现在在家。就是也没有工作，然后就在家等着呢，是吧？对对对对。啊，行啊，你现在排多少名？我现在，哎，老师我看一下啊，我现在排第62名。这几天有人给你卡吗？拿到通行证了吗？嗯，没有，我今天是第一天老师连我。哦，好好好好好好。那你展示点什么吗？我会这个贯口和吉他，然后我先来个段贯口吧，好吗？那不听贯口了。那来一段吉他。这个、我也不看了，你就唱两句吧。老师刚才有点卡。唱两句。啊，我说贯口和吉他我们都不看了，你就唱两句吧。啊，好，唱两句，唱个《探清水河》好吗？嗯。
桃叶儿肩上肩，柳叶儿就遮满了天。再起为这个明阿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好了，好了，哎，谢谢老师，可以，可以，嗯，排第60多名是不是？对，我今天排第62名，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吗？这个我背的这个，因为我现在我就准备了贯口和那个吉他。你不用紧张啊，我就准备了贯卡和吉他，贯口和吉他。同样的问题啊，同样的问题，假如说录取了，学习怎么办？学习我可以，我直接就去咱们那个德云社学习，我家里都是十分的支持我。是你家里是把我们喝出去了，你直接来不行，我没地儿搁你啊。老师，我的确这儿的网络不太好。是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就是您比如说，要是来到这里学习的话，但不是天天上课，就是您平时这生活怎么解决呀？就是衣食住行这怎么解决？我打算到了咱那之后，然后我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家里反对吗？现在这情况？不反对，我父母。整个我很多很多我的人，我对我父母都很支持我。你可确定啊？家里不反对？啊、真的不反对，真的不反对。是、啊、不反对。我妈我爸就在旁边。啊，我是他妈妈。好，好，谢谢您，谢谢您，这是对相声。不用谢，不用谢，应该谢老师。这个孩子可很苦啊！我告诉你，很苦啊，不容易学出来。他不怕苦，老师。没事，我不怕苦，我一定可以坚持下来的。是，行，走、哦，你妈算把你喝出去了。这个苦不是说真的喝出去，生活上的苦不是说吃不好喝不好，说让你受累，不是说这。这种苦我愿意，老师，孩子他可以苦一些。我可以的，我爸从小就一个特别无聊的一个没有。没有人会告诉你能学多长时间这么一个东西，比如这一个贯口就让你背10000遍，对，而且在我们一直是在重复的过程，重复重复再重复，然后慢慢的你才能开窍，这个过程会很长，而且会很痛苦。好，奔着这个。好的啊，没事，老师，那个我可以坚持，我可以坚持，我可以，我真的很能坚持。好，接卡吧。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看到了吗？哎，谢谢老师。嗯，行了。再见吧，谢谢你的爸爸妈妈啊。哎，好，谢谢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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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哎，老师过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哎，拜拜，老师，谢谢老师，拜拜。哎，您这问题问的好，我这些问题都没问，我直接就问了能不能来，我没问人家来了之后怎么办。其实啊，但这个年龄好办，20岁以下的年龄都好办。随便找一个工作呀，说是这种小时工啊，就可以先养活自己，就害怕太大了，25、26啊，26、27呀、啊。咱这次招生有年龄限制吗？没有太就太严格的年龄限制，好像。但岁数要太大。你说，朱先生，我说，但是岁数太大的，估计人家也不会来。岁数太大了吧，没有太大的意义。对，这个就更要命。对，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对这个，咱不说三十不学艺不三十不学艺的问题，就是岁数太大了，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也比较费劲了哈，确实。这猪，您今天专门还去趟园子，还专门录了一个。对。
13岁不能打工，哎，这种13岁的这种，只能说是给一份鼓励，然后让家长自己定是怎么办，这种没有办法。对，这种没有办法。对，这个有很多这样的状况，你比如于子淇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况的，但是坚持住了，这就是也可以算一个榜样了，对吧？对，那真是一礼拜来一趟，从上海自己坐高铁来。对呀、啊，这你甭说，这甭说，现在还没加入德云社，就是已经成为相声演员，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少之又少。对，这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已经有卡了啊，后台已经给我补好了，刚才我没有忽悠人家孩子啊，那卡我已经给人家了啊。朱先生，比如我要是再想连一个咱们的朋友，我怎么连呀？您告诉我连谁？我给你发微信，你看啊，然后你连他，然后这个给大家一个小惊喜啊。收到了吗？哎，他怎么白白了？不可气。对，他上线，您让他上线，然后我这边就能。我让他上线了，我让他上线了。他上没上啊？这朋友，刚才就是我找你就找半天。啊？来了。哎，来了吗？哎，来了。这不是一个惊喜吗？我最控老主了，老主我爱你。哎，小可爱。主任。哎。我等半天了，我以为您把我忘了呢。不能，我妈说了不能。我奶奶是这么说的。这个刚才我们连了几个学员，没忘，忘肯定是不能忘的。我也知道。忘肯定是不能。这咱都是设计好的。给大家讲讲吧，讲讲这个小善是。算来的不算最早的，原本要在他之前，我应该先连另外的，这个一会儿大家还会看到啊，他不算来的最早的，但呢，他算是这个中期吧，是吧？你是一学期之后来的，还是一年之后来？一学期之后来的是吧？对，晚差不多一年。啊、对，我们是当时做传习社，我们自己的学校的时候。小善晚了一点来的，但是这是带着功夫来的哈。哎，别翻了，别翻了，哎，行了。哎，这都是带着功夫来的，没想到现在已经都颓废了哈。小可爱，你是哪年来的？小可爱，我差不多2010年年初。哦，那可是一个老资格了。哎，2010年。他们是09，对，是吧，主任？2009年，他们是2009年7月份。啊，我是2010。那你太对，资格太老了，肯定是比朱老师早一点点了。那早很久。啊，我来的。这个我今天连的这些朋友呢，都是我有一点儿这个针对性的。你比如我连小善，小善是跟我比较亲、比较近的一个孩子了。这个当时上学的时候，每天坐在我边上吃饭的，这是这个跟我一直就是必须得坐在我边上吃饭的这么一个孩子。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口音问题。没有。哦，行，露馅了。好。这个，但是就是特别快，这个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真的是，就是随时都要注意，随时都要注意这个口音，才能真正练好。大家听到上小学现在在台上没有口音，包括我们私下交流啊，都没有口音了。之前刚来的时候口音极重。你是河南哪儿来的？不是河南周口嘞。哦，河南周口。周口啊，对的，对。朱老师了解那地方，出过那个。出过原人，那叫周口店。我刚认识小善时，我说您是哪人？他说我是周口，河南周口人。哦，我出过原人的那个地方，那叫周口店。这个小善当时。这车舌热说不清楚哈，这是印象最深的。我现在有的时候不注意还是说不清楚。每天都在板，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板，所以说大家这个关于这个普通话说不好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信心，就没事多注意是可以板过来的，就是练。那会儿就是练。
那会儿比较板这个还挺费劲的。那会儿主任教我就是拼音嘛，就不说直接就拼音，拼音是没有儿化音的。以前这儿叉十二月，就这样，就说不清，死活说不清。后来现在好了，这儿叉十二月，就啊，这不一样一样。现在说的清楚了，就是我觉得主任在这说，就是肯定是用心练嘛，还是能够改过来。哎，对，就是多练没有问题，真是没有问题。所以这台下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开始意识到这问题了，因为我说话有点太随意。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语言习惯问题嘛，哈，就是台下你说话的时候不注意，那就会带到台上，就很容易的事情。这如果这一对搭档俩人来自同一个地方啊，俩人肯定是用。这更要命，俩人肯定用乡音交流，不能用这个。这其实可以两个人用普通话交流，但是几乎天津人在一起的时候还都是天津话。我跟老晋，反正这么多年一直我们俩就没拿普通话聊过天儿。而且特别是在台上玩开之后哈，这不是在台上，我们尽量还是普通话，尽量还是会有这种特质。就是这场子一热了，有的时候就搂不住了，是不是？你看这个根儿哥也是。有时候在跟根儿哥在一块聊天，聊聊聊来来来，这状态就不一样了。对，这个小畅当时在基地上课的时候，其实他练的还算比较苦的。